是啊，甜甜，特别是我，没有绿卡，找不到工作。哎，这边物价又高，东西又贵，说句难听话，我们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哎呀，那咱们还真是同病相怜呢。现在我的日子过得也是紧紧巴巴的。你们知道我现在做什么工作吗？我现在就在一家小公司当一个小文员。一个月才挣3-4千块钱，连个税起征点都没到呢。哎呀，甜甜，我们跨越半个地球打电话给你，可不是想听你诉苦的。凯文啊，我这真不是跟你诉苦，我是真苦啊。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把工资条拍照片给你看，我给你打印工资单都没问题的。你看看我每个月到底才挣多少钱。那黄金呢？他估值都过亿了，他挣了不少吧？所以说，你在国内傍上了黄金这样的大款，我们在国外抠收着铜板过日子，那你就不该给我们点补偿吗？你什么意思啊？甜甜，你要是装糊涂，那我们就好好说道说道。绑架生专川女儿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你设计的，现在我们成了夹着尾巴的逃犯，所有的黑锅我们背走。那你说这样公平吗？哎呦，你这话怎么说的呀？那当初还不是你俩逃出国没法带上我吗？总不能让我一个人留下来坐牢吧？事情可是咱们一起商量的，现在把责任都推到我头上，那也太不公平了吧。再说说黄金的事儿，其实玉美也应该是知道的，这所谓的估值过亿，这都是虚的，都是唬人的。这个阶段创始人兜里根本就没什么钱，所以黄金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大款，它就是一个一根筋的程序员而已。程序员好啊，这几年发财的都是程序员，一根筋那就更好了，那不是随你摆布吗？你就让他帮帮我们，或者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我们可以回国亲自找他来，你觉得怎么样？哎呦，两位祖宗，你们这好不容易逃出去了，这可千万别回来了。你别忘了，你们俩现在还被通缉呢。这回来不等于自投罗网吗？行了，你也别着急，也别这么生气了。我这从头到尾也没说一句不管啊。你看看你说话，跟吃火药似的，至于吗？那你打算怎么管？我们在这边快露宿街头了。哎呀，不至于，到不了那一步。我尽快想办法，一定帮你们搞到钱。你们等我电话啊，我这边是有事儿，先挂了。你太冲动了，你就不应该现在跟他摊牌。刚才你也听见了，这么敷衍，我这不就是想敲山震虎吗？不吓唬吓唬他，能拿钱出来吗？敲山震虎。你怎么就不想想鞭长莫及的事情啊？我们现在是远在天边，他万一把手机换了，玩失联，你怎么办？啊，难道你真的回国去报警，然后跟他手拉手一起去坐牢？玉石俱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他就不怕我们告诉黄金？他只要告诉黄金，
你勒索他不成，诬陷他。反正你跟黄金也没见过面，他可是黄金的枕边人。你说黄金是信你还是信他呀？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两个蠢货还真是会挑时候，我自己现在都欠着一屁股债呢，上哪帮他们弄钱去？弄不到大钱，就先弄点小钱糊弄着。我建议你还是别把人逼急了，不要赶狗入穷乡。要不，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能帮你的忙，我都帮了。接下来你得考虑，在黄晶身上怎么下点功夫。怎么着，还不舍得让他出血？不是，问题是这一下把我计划都打乱了。这才刚撤完他5%的血，这么快又让他放血，我担心他起疑心，万一他要是不肯，那我不就被动了吗？我相信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办法。要不，你再帮我个忙。怎么帮？这次，你帮我出两个人。还生气呢？气性这么大？什么事儿？你这个落我那儿了，给你拿过来。啊，你扔了呗，都是垃圾。不知道你跑一趟。啊，扔了。那这个也是垃圾？投诉笔记怎么在你那儿？跟项目书一起夹过来的，我顺手翻了翻，不介意吧？不介意。反正都老黄历了，今后我的投资方向就转攻夕阳红。晚上有空吗？晚上没有。我晚上打算去找几个广场转转，看看有没有大爷大妈投资梦想，帮他们实现一下。老这么吃着枪要说话就没意思了啊！晚上有空吗？有的话，咱们一起吃个饭。到我家，我亲手给你做。我这是沟通的诚意。我真的觉得咱们应该好好谈一下，啊！不去，行，不勉强。啊，你这算是道歉吗？爱去不去。你这画风有变呢，是有新的情感要诉说吗？有喝的吗？冰箱自己拿。都不凉啊？喝那么冰干嘛呀？对身体不好，脾胃会不调的。我是十年饮冰，难凉热性，心火的。哦，治心火啊。你就得去看中医，喝点中药。也不一定，薄荷也行。薄荷，罗勒、紫苏、迷迭香、麝香草，可以啊，都认识啊。什么叫认识？我真的会做饭，这有什么可骗人的？鸡肉应该放麝香草，猪肉放罗勒叶。牛肉配迷迭香，紫苏是包肉包饭包一切，可以，挺有意思，挺有意思。我以前认识的女孩都是养花的，养猫养狗的，还没见过养香料的。别的女孩跟我能比，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香料呢，还是用新鲜的好，干的总归差点意思。但新鲜的吧，又不好买，但撒下种子就能活。你认识的那些姑娘，估计都只能入得了厅堂，下不了厨房吧。
这么说，阿姨的身体彻底没事了？对呀，幸亏手术及时，我把她接回国之后，就直接送她回老家了。太好了，阿姨是吉人自有天相。哎，你怎么没在老家多陪陪她呀？那还不是因为想你吗？怎么，不想让我早点回来？怎么会？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走的这些天，我这心里每天都空落落的，天天数着日子盼你回来。我发现我已经受不了身边没有你的生活了，我再也不想当单身狗了。要不是怕阿姨身边没人照顾，我早就想打电话催你回来了。哎，对了，等你什么时候有空，咱俩一起回老家去看看我妈呗。啊，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见家长了？是去见债主，我妈说了，我们一定要把钱还给你的。哎呀，还什么还啊？阿姨哪来的钱啊？再说我压根就没想让阿姨还。你什么意思啊？瞧不起我妈是不是？不是。哎，我是说，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妈早晚也是我妈呀。我之前呢，一直都没有跟你说过我家里的情况。其实啊，我妈在老家开了一个山庄，是90年代从乡里承包过来的。一开始呢，做山货加工，后来流行乡村游之后，就改成了度假山庄。嗯，干到现在也都已经20多年了。呀，阿姨还是乡镇企业家呢。什么企业家？她就是劳碌命。我这次去接她回国才知道，原来我妈这回突发心脏病是有原因的。有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她那个度假山庄啊。这几年，因为山庄设施老化严重，而且配套旅游服务开发的也不是很好，所以生意是一年不如一年。我妈这次去日本呢，就是因为听说人家那边的家庭旅馆业做得特别的好，温馨舒适又有特色，所以他想去取取经，然后到日本就拼命着急学经验，心里又操心着家里山庄的事情，所以才累得犯了心脏病。不带扬鞭自奋蹄，阿姨真是了不起。我觉得我妈这么努力根本就是没有结果的，她这个年纪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所以我想好好跟他谈一谈，让他把山庄转出去，然后把钱还给你。还什么还啊？我都说了，你要是把阿姨一辈子的心血这个山庄给卖了，还我钱，我又不等着用钱，我不用啊。说什么呢？你怎么就不用了？等我妈把钱还了，我还想让你再去找盛江川谈谈，问问他能不能把那5%的股份再买回来呢。我的小傻瓜，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那5%根本不影响我什么的，你不许耿耿于怀了。还有，不许让阿姨卖山庄，听见了没有？这还没结婚呢，你就这么向着我，那阿姨不得伤心啊？她伤什么心啊？我这么做也是想让她轻松点嘛。你也说了，咱俩还没结婚呢，那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会跟我妈谈的。你好了好了。咱俩都这么多天没见了，你今晚就不许再加班了，咱俩去吃点好吃的，然后晚上一起看个电影，好不好？好呀。我发现一个问题。嗯。你这个人不太愿意接受新鲜事物，所以才总是否定我的项目，对吗？你这又是怎么发现的？你看看厨房里，只要是你喜欢用的调味料，一个品牌一买一大堆。对啊，这都是我精心挑选的呀，吃着顺口，拿着顺手，怎么了？就像你说的，这些肉，什么肉配什么香料，这都是前人总结的经验，你非要创新，那很有可能把前人踩过的雷再踩一遍呢，对吧？没必要。什么香料配什么肉，这不是创新，这也就是换换口味。我说的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是我们为了达到某种目标，为了他还能再做些什么，这个手段过程叫创新。
你看看咱们公司现在这些投资呢，还围绕在房地产、电商、服装、餐饮这些传统的投资项目上，你不觉得这有些问题吗？这也是我今天请你来吃这顿饭的目的。你的那个笔记呢，我看过了，的确让我耳目一新，有些东西讲的也很有道理。但在我的大数据库里面吧，创新这个事情很容易失败的。创新啊，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技术创新需要有场景落地，模式创新需要有技术的支撑才能走得更远。我们不能光看到眼前的失败率高就裹足不前吧。是是是，你说的很有道理，我理解你有理想，你有抱负要去实现。但咱是什么？咱是金融行业，金融行业就是要在最快的速度实现资本最大化。你实现了最大化之后呢？怎么样呢？我们做投资的终极意义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助力于那些更有能力的人，创造历史，创造未来，实现创新吗？其实我的目的非常的简单，我回国我就是想做点实事，做点不一样的事儿，做点真正的创新。我就不明白怎么就这么难。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呢，回去再捋一捋你那些项目，挑个最好的给我，我再帮你看看。不开玩笑了，我现在经不住玩笑啊。我跟你开什么玩笑啊？开玩笑请你吃这顿饭。伯乐，来伯乐，给洒家再拿瓶酒。这么美好的夜晚，这投资天才碰上这么难得的伯乐，值得上这点酒吧？快快快快，拿！值得上，值得上，你值得上。啊、我发现你啊，正经不过三秒，刚觉得你说的有点东西吧，你又跟我来这一出。你说你这……我这一出非常的重要啊。什么是成功啊？成功就是1%的灵感要配上99%的汗水，没有这1%的灵感，世界上所有的汗水都仅仅是一桶水而已。我们做投资就是为了寻找到拥有这1%灵感的天才，因为只有天才才能实现创新。比如说这款，我发现你要不长这张嘴其实还挺好的。真的，现在这个社会啊，被嘴耽误的人可太多了，比如说你这款。哇，你也太能吃了。好，你是佘甜甜吗？嗯，你们是谁啊？你再帮我一个忙吧。怎么帮？这次你帮我吃两个人行吗？你确定你是佘甜甜的？你们是什么人啊？躲远点，跟你没关系，我们找佘甜甜。你们找我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们。还钱呢？你妈欠我们公司钱，你怎么什么时候还呢？我妈欠什么钱了？这不可能。白纸黑字签了合同，你还想赔账啊？你们别乱来啊！滚蛋！我找是他还钱，跟你有关系啊？他又没欠你们钱。他妈欠钱，跟他没关系啊。欠账还钱天经地义，但是你要是想让我们去找你妈也可以啊。只不过我听说他好像刚做了心脏手术似的。不行，你们不准去找我妈，我妈现在受不了刺激。那好呀，你既然有这份孝心，你就替你妈把钱还了不就行了吗？不可能，你们说欠就欠的，我得回去问问我妈。你随便问，我们今天来就是通知你一声。你要是不还钱的话，你们母女俩以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我们天天来这儿找你，听懂？啊，走。你们。已经追上门来了，你不还钱，人家不会放过咱们的。行了行了行了，你别管了，我想办法处理一下吧。甜甜，甜甜，甜甜，你没事吧？
甜甜，我现在特别能理解阿姨的处境。我当初也是为了一点点钱犯难，新技术落不了地，就施展不开拳脚。所以我想先回家一趟。回家？哦，也好，好好安慰安慰阿姨，让她别着急。咱们一起想办法，从长计议啊。我是说，我想回家陪我妈一起度过这个难关。如果重新搞好山庄，对于她来说真的有这么重要的话，我想了想，我觉得以前可能真的是我太自私了。我一心只想到大城市发展去看看，我从来都没有站在她的角度考虑过。那你要去多久啊？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就再也不回来了。我现在也不知道。那咱俩呢？黄金，我不想因为我家的事情把你也牵连进来。我们还是分手吧。等再过几年，要是我妈的山庄有了起色，如果到时候我再回来，如果咱俩还有缘的话，甜甜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有办法的，甜甜，你相信我，一定有办法的。我再买点股份吧。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的。上次你已经因为我卖了5%，我心里就已经够难受的了。可那个时候是为了救命，我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但这次是肯定不行的，我不能因为我妈的事业而耽误你的事业啊。甜甜，魔都科技是我的梦想，但钱不是。就算我把一部分的股权卖给盛哥，但 CEO 还是我，只不过年底分红少点呗。不行，那也不行的。这次还高利贷就要不少钱了，再加上山庄后续的投资，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你得卖多少才够？我不想你因为我们家背上这么沉重的负担。我刚才算过了，再卖15%的股权就够了。15%，那再加上上次5%，不就是20%了吗？这也太多了。那飞鸿的股份是不是就超过你了呀？没事了，没事了，你听我说。甜甜，虽然我不是魔豆科技最大的股东了，但我依旧是创始人啊。我和盛哥有君子协定，如果创业成功的话，要拿出20%奖励创业团队的，到时候我还是能拿回控股权。甜甜，你相信我。只要我们在一起，不分开，我就有动力。我一定能成功的，你相信我。只是我还得再想想。如果一定要你投钱的话，那这些钱就当是你投资。我让我妈把董事长的位置让给你。傻瓜，我当董事长没瘾。我做魔豆科技的董事长也好，创始人也好，是因为我热爱这份事业，我喜欢这份工作，即使让我做普通的技术员，我也会兢兢业业做好的。但是山庄对阿姨来说不一样，那是她的事业，你就让她按照她的想法去经营，我们做晚辈的就默默地在背后支持着她就好了呀。谢谢你。又卖老股？你不是刚卖5%吗？这甜甜家什么情况啊？哥，这事儿我三言两语跟你说不清楚，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在外边调研呢，你要不等我回来，咱们俩见面说。哥，那就来不及了。我想再卖15%，越快越好。15%，那可是很大一笔钱啊！你不能恋爱一谈，脑袋一热就随便往外掏钱啊。哥，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知道自己干什么了，你就放心吧。是，谁也不能干涉你谈恋爱。但我说句玩笑话啊，你俩现在没结婚，你万一要是再遇到更好的女孩，这钱可要不回来啊。哥，我没那么多花花肠子，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和甜甜白头偕老，然后把我们磨豆可以做到最好。那行吧，这事儿我得跟曹总请示一下，如果他同意的话，我估计还得按原始价格。行，没问题，没问题，哥。作为朋友，我得提醒你一下，你再卖这15%，飞虎资本就是魔豆科技最大的股东了。这就意味着你失去了控股权，你可想好了啊？哥，这个我想好了，我不信你，我信谁呀？都是为了把公司发展好。我觉得控股权在你手里和在我手里都一样。这我吹不吹又不是我的。哥，你信号不好，你刚才说什么？啊，没事，那我给曹总打电话了啊。哦，好，好。15%，那价格呢？我跟他说了，还是原始价。那行，那就收吧。这么一来，我们就是魔豆科技最大的股东了。有利可图的事，何乐不为呢？尽快操作吧！啊，那我就安排小白出合同了。哦，对了，江川啊，等合同签完之后啊，你多关心关心黄金。啊，他还年轻，别让他招什么人道了。您是觉得这里头有什么问题吗？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我只知道黄金是我们最好的技术人员。在魔豆科技卖出去之前，绝对不能让他出事。啊，当然了，我说的关心关心他，是在合同签完之后，明白吗？明白。好，行，喂，哥，怎么样？曹总同意了，我这两天就安排小白跟你签合同。太好了，太好了，哥，谢谢你啊。哎，你先别着急。这么大一笔钱，你是不是去甜甜家去看看？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觉得人家家里出那么大事儿，你亲自去一趟，不是显得有诚意吗？行，哥，我听你的。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啊。等等，别乱跑。可以啊，啊，新能源汽车这种项目，董总都能交给你，不容易啊。这不是三季公司给我开了个好头吗？哼。哎呀，我是真的觉得三季公司有发展，我才想方设法促成的。有些事情可一不可再二啊，星云之神不会永远关注你的，明白吗？明白明白。这不这次早早就请你来了吗？请你们风控部门早点介入，省得给大家添麻烦，董总也是这么交代的。怎么了，老沈同志？我这刚转完车展，准备回公司呢。啊，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你家老头从来不麻烦我，这是多大的事儿，非要见面说。你回公司顺路吧。不顺路还能给你扔这儿啊？哎，对了，你爸是开音乐培训中心的。嗯。都教什么乐器啊？常规的都有吧，但主要是教吉他跟钢琴，因为我爸原来是玩吉他的，然后我小后妈是教钢琴的。小后妈？嗯，我爸呢是美院毕业，然后玩了那么几年摇滚，后来跟我妈离婚了，这不是得养活我吗？然后就开了一个吉他培训班，但是呢运气还是很好的，就赶上那些年不是都流行家长让孩子们上一个什么兴趣培训班那种的。 然后就慢慢发展成了音乐培训中心。我上大学以后我爸就再婚了，对方是他那个音乐培训中心教钢琴的老师，人家才比我大7岁，我不得叫人家小后妈呀。
位叫沈啥星啊？沈金星、沈木星、沈土星。到时候看一下他五行缺什么，就随便挑一个呗。也不是什么星啊，啊，这个一二三四的一，太阳的阳。好。怎么样？好。啊。太阳出来了，就看不见星星了。你说什么？没说什么，听。没想瞎打听了，我就想问问学钢琴的事儿。谁学？你学啊？啊，这就是一个人生活的好处啊！所有的钱都可以花在自己身上，所有的时间都可以用来充实自己，所有的精力都可以放在拓展自己的边界，就是这么自私又快乐。好好好好，那也不要让肥水流了外人田，就在我爸那儿学吧，学费给你打折。你先别聊打折的事儿，我就是问问，还不一定有时间呢。环境还挺好的，我也是进来才发现，我好久都没来了。原来老在这蹭排练场，好像我上班以后就没来过了。我最后一次来这儿排练，应该是搬去金融街之前。你以为职场是个什么地方？你想要在这里留下点什么，就必须要付出点什么。什么都不付出，就什么都别想得到。何贤。哎呀，来了怎么不告诉我呢？嗯，爸，我同事李小条李总。哎，你好。你好，沈校长，你好。他说他考虑要学钢琴，来你这儿考察一下环境。哦，那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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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待会我找人给你介绍一下。哦，那倒不用了，我自己溜达溜达吧。你们先聊。嗯，好。很快啊。嗯。什么事儿非得当面说？啊，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蔡胜美找你，找你干嘛？也说不准，反正每一次的说辞都不一样。每一次，他找你几次了？我没算，反正很多次了。要不然就是说，那个当年那个老朋友啊，要聚餐聚会；要不然就是说，跟我商量你跟江春离婚的事儿。要，你知道我要离婚了。你怎么没问我啊？我问什么呀？当年你结婚的时候我都没拦得住，现在你要离婚，我拦得住吗？再说了，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知道，主要就是因为你这个个性，你太好强了，太好面子。如果没有人知道的话，说不定过一阵子你气消了，哎，这事儿那就过去了，是不是？如果这个事儿整的大家都知道，你一劝我也劝了，好了，我告诉你，完蛋，彻底完蛋。你为了面子，你也非离不可。我
觉得小两口子这个矛盾呢、啊，你们自己去解决，啊，就是双方父母最好别掺和，否则的话，越掺和越乱，是吧？蔬菜上没了。他找我想干什么，我还真搞不懂。但他这么隔三差五的来找我，周瑜现在就不乐意了，整天拿这个事儿来跟我吵架，搞得家里鸡飞狗跳的。我夹在这个中间，我也很为难了。你像一边是你妈，一边是……我小妈，对，我明白，我懂，知道。我以为蔡正美回来就是看着他那套房子，没想到他还挺能作的，他。要不然你帮我问问他，他什么时候回去，还要待多久，好吧？行，我来找蔡胜美。你回去跟周莹说，让他放心，蔡胜美我来处理。哎，好，哎，棒大大，啊。就这样吧。Thanks。现在见你一面还真难啊，又得趁你是午休时间，又得是约在你们公司楼下。你真有那么忙吗？忙啊，我现在手里的项目就值几十个亿，光技术资料就三尺厚，我还得了解市场趋势，还得去公司看看现场，忙得我团团转。哎呀，沈慧星，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这种腔调有点盛江川的意思啊？张嘴闭嘴就是大项目啊，几十亿啊。你提他干嘛呀？你给我点吃的了吗？点了。我就是不明白，你要是这么忙还把我约来干什么。哦，唐唐要回来了，又缺男女啦。我是想关心一下你，回国的这段时间都干嘛啦？除了被你抓去帮你看孩子之外啊，我就找了老朋友，见见面，吃吃饭，聊聊天。那都见的什么朋友啊？吃的什么饭？聊的什么天儿？哎呦，你怎么突然关心起我来了呀？我听说你最近老去见我爸是吧？偶尔啊。沈鹏告诉你了，老沈同志现在组建了新的家庭，你这样做影响人家的家庭和睦，你这是在给人家添麻烦，能听明白吗？你那个小后妈不高兴了，跑你这儿来告状了。换你能高兴吗？人家两个人现在是合法的夫妻，你是什么？你是前妻，你能不能有点分寸感？那个周莹啊，不是我说的，没见过大世面啊，太小家子气了。这前夫前妻相处的好，在国外很正常。行了，那是国外，现在是在中国，中国式的关系不是那样的。你已经跟沈鹏离婚了，而且人家也重新组建了家庭，你们总是见面是不合适的。那你能不能保证，你和盛江川离婚了，你就再也不见他了？你说我们俩干嘛呀？我们俩的关系跟你们俩一样吗？高楼在上升，人海下沉，夜更深，城市想抛弃浪漫的人，却爱上了他的真。要品尝黄昏，也要理想之门，在公路延伸。
会飞。